天气不太好呀。露露，今天你看置办了新家具，我二叔家的新家具，过两天堂妹要订婚。今天早上我们去市里面看的家具，刚拿回来，现在正在组装。送了两个小板凳，哇，在天气上去害怕的嘛。这结果的雷雨劲多，你看。哎呀，这天气啊。山少，山少。哇，天塌了吗？哇，这钱这幸亏没下冰雹，这下点如果是提心吊胆的，我这。刚才你看正在安装沙发，沙发还在院子里面。刚才我们赶紧给抬到屋里面去了，我们就跑回来了，跑回家来了。把这个桶洗刷一下。狂风大作。就沉默吗？就沉默了，就沉默了，好听，好沉默起来。哇，这好，这好听！搁家搓这个橡树上了吗？哦。哎呀你！哇，这黑的谁这个做啥？就捧起来了，做起。哇，这劲好，这劲还有得了啊！哇，这锅好。你看这个灰灰好不好？